交响乐工程第三讲，今天我们继续讲《寻梦》小提琴协奏曲。前两讲呢，我们讲到了这部协奏曲的序以及第一个主题的出现。那么在前面两个章节呢，主要的用的是我叫做是纯音乐的，那是理性的推导。用小提琴的四根弦 G、D、A、E，应用勋伯格序列的方法，推导出了一个四阶音符矩阵。那用这个矩阵呢，通过推导，然后导出了这么一个主题。这两个章节是出自同一个音乐元素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那我做的音乐总是要有中国音乐的印记和符号在里。下一个要出现的就要加入中国音乐元素了。那第二个主题呢？那它主要是中国元素的，也就是我的家乡的这种音乐。那为了很好的这个体现这个音乐的想法哈，就是我怎么思考的，我写了一段介绍这一段的内容，我来念一下：琴声高亢。尖削，思绪随向悠远，白雪皑皑，赋你森林琥珀天池魂。溜冰雪橇，松花江畔，播种插秧，黑土田间，牧牛青山绿水，金色稻浪漾天边。你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甘达垒的茅草屋内，竹案灯下，寒窗十载，遐想曼妙的未来，希望之火在心河澎湃。这一段呢，主要是家乡的回忆和思考。描写家乡的景色和儿时的生活情景和想法。我的哲理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是从做工程做起的啊，所以我在做音乐这一块呢，有一些工程上的理念，我始终坚持在工程上我这个借鉴到这里呢。那么下一段，因为是我家乡的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元素，那就是纯粹感性上的东西了。那和前面的理性的东西，然后它类型也不完全相似。我坚信有一点，就是在艺术上来讲，如果要是好的东西，那么它呢，它需要有一个衔接。那么呢，这里边的呢，这个前三句"琴声高亢尖削，思绪随向悠远，白雪皑皑"，那这就是一个过渡。我是在美国，现在想起来家乡了，想起故乡，就有一个思绪得飘向这个悠远的东方。那回到家乡，那我的家乡首先给我感觉的印象，那就是白雪皑皑。那大家肯定知道东北，就想起林海雪原。那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我在东北，记得去我们老家桦甸的时候，大山里头。真的是白雪皑皑，大冬天全都是林海雪原，什么都不见，然后一片桦树啊，那非常的漂亮那种雪，然后突然那个有一棵树上长着冬青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到过冬青那种植物啊，是长在那个雪天，它在那个树木里。都是落叶树啊，然后都没有叶子，但是突然在树上长出来一个冬青，就在树上长出来，绿的，生机勃勃的，所以给你的印象震撼，那种心灵震撼是非常强烈的。所以我在这里边就用了"白雪皑皑"，这最能震撼。说到东北的话，大家可能都听到东北有三宝啊，三宝说起来有很多啊。真正的三宝，我认为一个是，那这有那种
人参就是那种山参，一个是东北虎，丹参和这个虎骨我都有吃过哈。那我是出生在这个吉林省桦林县，后来呢是搬到了通化的吉安，在鸭绿江边。后来是我可能是8岁9岁的时候，就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就搬到了吉林省的辉南县。所以我生活基本上是这3个地方。有几个小故事哈，是对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。第一个呢，我从我妈妈听来的，因为我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哈。我是，从小就得了这个那个年代得了小儿麻痹病啊，所以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病，当时很多人都得了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去我妈就说她知道之后啊，因为去看我就活蹦乱跳，就突然就不能动了嘛，然后就非常那个痛苦，就天天哭哈、啊。然后因为我妈是在医院工作嘛，然后就有一个老中医哈，姓吕，我妈妈都叫他老吕大夫。他就跟我妈说你不用着急，他说我有祖传秘方，能把它治好。就问我妈，就说你有没有东北的野山参哈？那个山参还是容易找，但是虎骨其实是很难找到的。但是刚好呢，就是说。我妈说，就是在我生病的前半年啊，然后有一只老虎呢跑进了那个村庄，伤了人。然后我父亲正好赶到哈，然后就把那只老虎就用枪给打死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刚好，然后我们家就分到了一些虎骨、大腿骨留下来了。然后不知道，就这个时候刚好就拿给那个老中医。然后老中医呢，就我妈妈就说，她天天也不让看，她都怎么配什么药，她在一个小黑屋里自己锁起来，谁也不让看，然后在里边捣鼓的，然后弄出一碗药来，然后就给我妈，让我妈喂我。我妈呢，就是心眼好吧，因为还有一个科室里还有一个护士，她的儿子跟我同一年的，然后刚好也得，然后就也喂她一点。然后加上这个每天带我去烤电啊，一个是吃这个老中医配的药，一个是烤电，然后后来就好了。然后包括我妈老给那个孩子吃，那个孩子也好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是很得益于这方的水土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东北是一片宝地，而且这个祖国的中医呢，就有一些这些药方也都是非常的。珍贵啊，在吉安的生活那是有很多记忆的，因为那个山清水秀哈、啊，然后每年这个一到秋季，这个漫山遍野的山里红啊，然后各种水果，那个野果哈、啊，山上记忆非常深刻。然后后来到这个辉南哈、啊，辉南那个就是我们家是当时是，从这个筹建这个省属的。三线企业就是化肥厂挨着这个农村，所以我们那个工厂住的家属的房子，就紧隔着一条就是一条马路吧，那个土路，前面那就是生产队的房子，所以我们在那儿住的那几年呢，就跟那个前面生产队的农村的生产队的孩子玩的也挺好。正好那个年代就是文革的最初的那半年多吧，因为就都停课了嘛，没有课上，所以我记得每天那时候夏天就跑到跟前街的那个生产队的一家，跟那家的孩子玩挺好，然后就跟着他们家的那孩子呢，跟我是同岁的，去给生产队的那些个老弱病残那些牛呢。牵走去，牵到山里边去吃草、放牛，然后早上大概9、10点钟吧，也不是很早，出去了，牵着牛，骑着牛就上山了，然后上山把那牛放到荒山野地里头，自己去吃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，
到处去山上打野果啊，抓那个山上巧蛋蛋，我们叫巧啊，家巧什么那些个那个野鸟哈、啊，那些鸟蛋什么，反正就是玩儿嘛，就是，所以那个就是，那段经历也是很好的经历啊，天天那个跟着他们骑着牛，去上山，然后下午。差不多4点多钟吧，然后再把牛赶回来，然后骑着牛赶回来之后，然后把牛拴到生产队的牲口棚里了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。就是那种生活，还是打下非常深刻的烙印。是后来下乡的时候也干过这些活儿，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很好的记忆啊。这个在松花江畔，这些记忆呢，然后就产生了这些个曲子，那么呢，我在做这些曲子的时候呢，比如说这个过渡哈，过渡就这个，我用了三组音乐，第一组呢是小提琴，从高音开始，然后呢，第二组呢到中音，小提琴里的低音呢加上中提琴。然后这有个过渡，然后第三组呢，就中提琴和大提琴和贝提琴，然后都是齐奏。然后我当时写这个过渡呢，就在手里边画哈，想着写一个12音按照12音的序列写一个，写着写着，反正就出了这么一个东西。我以为是12音，写出来听着还可以，但最后呢一看不是12音，是。其实只用了9个音，12音里的9个音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好像是说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常常作曲的时候，说那这就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，就需要我这样写，那就这样写，它不是12音就不是12音，也有一些重复，那重复就重复，那怎么样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思，所以我就没改动，就把这个东西就直接搬上来。这是过渡啊，然后过渡到白雪皑皑的长白山脉，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这个家乡的旋律啊。那家乡旋律这一块呢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受了很大的这个戏曲影响，中国戏曲影响，因为你要听这个前奏啊。就是说，这个正题出来，正式的主题出来之前的这个前奏，它非常戏曲化，它不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歌曲的这种音乐，它非常戏曲化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它这个东西接上去，然后这个其实我做这些曲，我包括我做其他作品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主题是真正的音乐，其实在我看来，这个。前边的这个前奏才是真正的创作，因为这个前奏出来之后啊，然后这个主题呢就好像很自然的就出来了，而这个前奏是想出来的，是这种感性的体验啊，或者是生活的经历出来的。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前奏。那你听这个前奏啊，它非常这个中国，非常民族，非常戏曲，尤其是这一句。你
的，他这个从这个烧高音烧到这个低音这个西，这一句的过渡啊，它非常戏剧化，然后再非常民族化，然后这一段的主旋律呢，然后接下来的那个在发展的过程中呢，我就没有再用第一主题发展，而是用的这个同样的这个第二主题的这个旋律，进入到发展阶段，然后从发展阶段呢，主要是通过它呢，把这个调性进行转换，然后过渡到另一个调性，开始，再开始重新开始这个第一主题。